今天非常开心，我们群马县哈啊，侯勋诺上，哎，侯勋纳上啊，带动所有群马县的议员啊，来到云林县来参访我们云林县政府，那同时也到啊我们的世界族博览会，我们以云林人哈热情的展现哈啊来欢迎他们的到来。双林会的会长哈，那也带来一个邀请函，邀请我们镇南国小的孩子呢哈，能够在今年度呢啊到啊日本哈去参加他们的一个篮球比赛。那同去年的管林市跟云林县啊签约了以后哈，那我们呢、啊？这个所有无论是在教育或是在啊观光或是在文化方面哈，我们又有紧密的一个交流。那希望未来我们友谊长存，也能够陆陆续续啊两边互访哈，那也能够啊带动所有的经济，也能够带动所有的观光。云林県の台湾の方々の本当に温かい心に触れて、そしてまたこの素晴らしい自然に触れて、私ども本当に生き返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。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啊，在这次的一个观光里面，还有包括云林县的人的云林的这种热人的热情，还有我们的自然，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愉快。下来的时间，当然我们跟云林县群马可以更多的一些交流，更宽广的一些交流的友情的一个建筑。如果我们有地震，我们的国家跟你们的国家都一样，都有这种天灾。可是因为藉由这样子的大家互相的关系，让我们彼此之间的情谊，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能够更加的密切。这样子的时间，这样子的短暂，让我们觉得下次有更长的时间，下次还有机会，麻烦县长再邀请我们，我们一定还会再来。谢谢。